看 What's the situation 慌乱中眼看最后一道围墙正在崩裂瓦解慢慢变清晰的清晨、yeah、风暴中雷电我去淹没我的火散后明天很地面贯穿千里的边界好，这里是皮得不了的人安染味。最近青米的公演位置测评，大家都有看吗？我的朋友圈、微博，一到周四、周六，大家都疯狂刷屏。大家 pink 哪位小姐姐呢？希望大家 pink 的小姐姐都可以出道。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帅气的 Kiki 前辈在破风里的妆容。许佳琪，许佳琪，许佳琪，帅气，对不起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为了扛住高清镜头呢，我们今天先来上一点毛孔精英。OK， 然后粉底霜，你在吗？这个粉底应该蛮持久的，没有东西不想。谢谢你。我要来一口续命。用一个比粉底液更白的遮瑕液进行一个遮瑕和提亮。我做做蓝粉定妆。那我们先用一个深色把抠到了。我们先用一个深色来定一下眉峰。Kiki 前面的这个眉峰呢是比较靠后的，然后我们用嘴唇中央到鼻翼这个延长线去找一下这个靠后的眉峰，然后再用浅一点的颜色填充一下眉中。因为要画断眉，所以我们画眉毛的时候就不要画这里，先用遮瑕膏遮掉两个截断的位置，刻画一下这个边缘。单给挑眉太难了。先用一个橘棕色进行大面积的打底。然后叠加一个砖红色，叠加在眼头眼尾，先画在上面去遮住的后半部分。金色亮碰色用手指上在眼部的中央，深红色叠加在眼尾的三角区，用一支黑色的眼线笔先画一下内眼线，然后微微拉长，注意不要向下，用一个深棕红色沿着外眼线的位置晕开。然后我们开始画睫毛，先加一下睫毛。舞台妆一定要用到这个睫毛打底。然后眼睛就有灵魂了，它的卧蚕呢是比较细的，
一点点就好，让它这个地方变得深邃，不用让这一块凸出来。然后拿出我们的亮晶晶，就把眼睛画好了。因为 Kiki 的脸真的很小，然后下颌角也很明显，整个人就超尖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又是百万修容了。脸也差太多，到时候后期可以把我整个人都挤扁了，整个样会像一点。那好，蘸取这个最浅的眉粉色，抖抖抖抖抖。因为 Kiki 整个也是鼻子非常的细，非常的窄。让你的这块鼻视觉上变成小小的一坨、一团、一颗。我感觉 Kiki 的鼻就是小小的两颗在外面。然后山根这块三角区的阴影也是比较重的。然后拿出一个遮瑕，蘸取浅色。这里就混合一下，鼻梁和鼻头也来一点这个最浅的明黄色，所以这个地方下手一定要仔细，这样用阴影和浅色遮瑕搭配起来呢，就形成一个光与影的对比效果，仿佛易容。腮红我们就清扫一下，我一般上台的基础腮红就是斜斜的画一个大 C， 一个大 C， 此大 C 非彼大 C。 然后再拿出一款带珠光的高光，口红选用一款哑光的全涂，要笑吗？最后呢，就是我们整个妆容的亮点了，用一个 bling bling， 我感觉观众会被我的眼妆闪瞎。就是因为舞台灯光打下来，我的眼妆整个向外发射。然后在这个最末端贴上一颗钻，然后这个亮点就完成啦。今天 Kiki 的仿妆大家还满意吗？以前是佳琪哥哥，今天是佳琪姐姐，满意的话请一键三连，也不要忘了给我们的和妹投票，你一票我一票，和妹明天就出道。今天就这样啦，拜拜。Yes, okay.